大家准备一下课本先啊。OK，好了，来，大家听到我讲话吗？有一个反应啊，大家来打个招呼，everybody 打个招呼。Hi，hello，在不在呀？每个人打一个招呼一下，如果听到我讲话，OK，好，我看到心仪啊，阿金，其他人呢？Video 能开的就要开，OK，还有谁？陈恩，好，看到。恩童，我声音很萌啊，一下再来呀、啊，这样会萌吗？对，跟我讲一下啊，我声音怎样啊？还有谁有点萌啊？再看一下，怎么呢？OK，我再看一下啊，Team Assistant Microphone，哦，OK，这样的话可以吗？大家萌萌萌萌。OK，我再看一下啊，还是一样萌啊，奇怪。看一下啊，Hi，Hello，Hello，什么来着？Hi，Hello，Hello，Hi，Hello，如何？一样，哎 怎么办呢？有更好为什么嘞？再看一下。Hi，Hello，哪一个是我的 speaker 呢？现在，我明明看不一样啊，那我再看一下，一样的，Mic 是分的还是这个？Hi，Hi，Hello，Hello，如何？这个如何？我问你这个有没有声音了？Hi，Hello，是不是啊？是不是啊？有点往下，有吗？哈，有没有声音？还是差不多。这个，Hi，Hello，Hi，有好点吗？这个还是这个没有声音的？Microphone 什么？Hi。Hello, testing, testing. 哦，他们 test mic 是要 testing one, two, three 一样啊？没有反应。哦。不是改我 plug in 错了，再听一下，这样的话 OK 吗？啊，可以哦，哦，我改动错了，OK，好，我看到很多个手了。
Thank you. 哦，我该读错东西。OK，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啊课本啊，我们继续一下啊。所以7.4这个 Get the Economy in Malaysia 它的重要性啊，所以之前我们提到提高生活水平，对吗？这个国语作文很爱出的啊，国语作文。哇，我每次这样讲，我就突然发现到，哦，你是听到我讲很多次哦，国语作文，我在 Geography 课讲国语作文，因为真的是就讲国语作文很多这种比较发达的题目啦，真的是有的哦。啊，我们在Geography 啊，还是 Science 啊，是有东西可以用在国语作文的。OK，所以你讲taraf hidup rakyat meningkat 啊，就是。如果你写到关于那个就是大家有工作会有什么好处啊？你就讲哦，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taraf hidup rakyat meningkat 啊，这样咯。怎样讲 taraf hidup rakyat meningkat 呢？你可以讲啊，pendapatan 他们的收入提高啊，pendapatan 这些不会写不要紧啦，pendapatan keluarga meningkat，因为家里的收入提高啊，整家人的收入提高，然后呢？Rumah selesa，用简单的句子咯。哦，屋子比较舒服啊，就是它的环境会比较舒服。然后随着因为生活素质提高啊，教育水平也是会提高哦。Tahap pendidikan 也是 meningkat 啊等等的咯。然后你也可以提到 kuasa beli 啊，如果你要写。OK，接着啊，我们看第二个啊，说除了人民生活素质、生活水平提高，国家的经济也会相也是会跟着进步。啊，kemajuan ekonomi negara，OK，这个啊，这个是进步啊。OK，所以他讲了，那个kegiatan ekonomi 啊，可以 menyumbangkan pendapatan，可以提供或者是贡献，哦，它可以贡献收入。可以提供收入了哈，我看我写回提供比较好，在这里比较适合提供，提供啊收入，然后呢就可以去叫什么membiayai perbelanjaan 啊，去给这个消费啊开销啊，开销，去支持那个开销，他讲的是去承担。啊，承担那个开销哈，就是管理的开销。Mengurus 管理国家，mentadbir 也是了哈。Mengurus dan mentadbir negara 管理国家的开销啊，管理国家要开销对不对？哦，不过他们用很多的开销啦啊，就是我们讲哦那些官员呐、啊，还是什么 pegawai 还是那些部长啊，哎，他们有薪水啊，薪水很高了，知道吗？开了价。如果你要很有钱哦，你可以啊做生意啊，你可以做什么大老板啊什么。不过你也可以做部长，哇，大都市里开了价，哎呦，很有钱呢。我们马来西亚的部长啊，因为他们的薪水很高，人家都讲哇，做马来西亚的那些部长啊，薪水那么高啊，给人家骂的嘛每天啊。不过啊，你要脸皮够厚，因为你要给人家骂，大都市里开了价。拿钱没有做事，你知道吗？拿很多的钱，不过不会办事的。哎呦，这样哦，所以你看啊，这些就是管理国家需要用到的开销啊。除了就是部长们，那还有很多人的嘛，要给薪水。然后可能他们有政府大楼，要钱去 maintain 那个大楼，对不对？所以等等的都是这些开销。所以如果是国家经济好的话，国家就有收入，就可以承担这一个管理国家的开销，OK，就是管理到更好都可以。再来呢，这个国家的收入啊，是从哪里来呀、啊？大家哈，你知道国家哪里来的吗？他的钱，部长的钱是哪里来的？警察的钱是哪里来的？我们每次讲的啊，政府人员的钱哪里来的？大家你 type 给我，你可以用华语也是可以，啊，知道吗？部长啊，政府人员呐、啊，政府部门呐、啊，就刚我们讲这个钱呢、啊，哪里来的嘞？到底这么国家有钱的，好像你做生意啊，是你的钱吗？这么国家有钱呢、啊？啊，我们讲人民来的哦，对，怎么说人民来的呢？说如果我讲啊，新一是大老板，OK，啊，新一啊是大老板，不是很懂哦，说我现在跟你讲啊，啊，他
然后开了价是达多税嘛，所以达多税的钱竟然是从新移那边来，为什么呢？因为啊，所有的人民做工，对了，所有的人民做工也好，哦，打工或者是啊，他做大老板的啦，比如说就讲他开公司的啦 ，OK， 他赚的钱呢，一部分是要给政府抽税的，对了，很好。所以那个税是什么来的？周末我们要给税啊，其实给税不是坏事啊 ，OK， 是一定要的哈、啊。给税就是，就是你看啊，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地方啦，哦，你可以很安稳的待在家，没有人会突然间、啊、跑进来把你杀死掉，这样会有啦，哦，就是发生意外的话。可是我们国家有规矩的，对不对？你可以感受到那个安全，对吗？尤其在马来西亚，其实是还不错的，哦，不是那么的恐怖啦，真的其实是还不错。马来西亚你还是可以自己出门啊，我们不会怕哦。你出门啊，我叮叮给人家就是这样拍一下 就完蛋了还是怎样、哦、啊，打抢什么啊，还是我们自己小心咯，因为那些、哦、到处都有，可是管理到还 OK 啦，马来西亚还可以，还算是安全的嘛。哪里来的这一些安全是谁给我们的呢？就是政府啊，因为他管理到好，那国家就更好了、哦、我们讲更好的国家就在我们隔壁新加坡，哇，你去哪里都可以半夜出门也不用怕的、哦、没有人会打抢，没有人偷东西的、okay? 是因为国家管理到好，所以为这样国家一定要有点钱啊，他给你的是这一份安全，他给你那个公民权，他也会给你一些人民才有的福利，但是你要给回他税务，要交税，就是这样哦。说交税是怎么样呢？在马来西亚呢，税务啊是数一数二的便宜的。其实我们的税务大概啊，如它是跟着啊、叫什么啊，跟着你赚越多，你要给更多的，其实它的巴仙率会更高啊。所以好像普通人呢，如果他赚的薪水比较3000块以下啦，其实他根本不用给税，政府就讲免税了，因为你是属于低收入群体啊，不用给税。说3000块过后的呢，还要开始收一点哦，几巴仙几巴仙，10多巴仙是比较高的了。假设20巴仙啊，是蛮高的哈、哦。就是讲你赚100块、20块要给政府，你知道吗？改天你去打工也是这样啊，不是啊、就是你出来工作过后啦。所以如果你赚的是10000块，假设啊，开乐恰啊，他赚10000块啊，心仪啊，心仪，开乐恰是打斗舍利，心仪是老板，老板呢、啊，他就每天出粮啊，比如说他的公司啦，他出粮给自己10000块啊。其实 他没有办法拿10000块回家的、哦、所谓的纸上、哦、OK 我不要讲老板啊 sorry 啊，这样会有点乱，我讲啊他出粮给阿金啊 OK， 所以他讲来金你很棒的吗，我给你10000块一个月呢、啊、其实金拿不到10000块回家的、啊、你只可以拿7000多块罢了、哦、7000多8000多、啊、我蹦几多要算一下这个哦、7、8千回家吧，其他钱呢拿来交税啊，给这个给那个、啊、要是政府那里会抽掉一点，所以这个是求盖。说其实你看，哎，政府是蛮好赚的，对不对？是有的、啊、他们是有钱，所以如果是好的国家，他们会收更贵，50巴仙。有很多的欧洲国家哦，也不是讲好还是不好啊 ，sorry 啊，我要讲别的国家，他们的税务是50巴，说你赚10000块，你只可以拿5000块回家，你知道吗？你赚5000块，你只可以拿2000块回家，哎，哇，是很可怜。是不是、啊、不过他们的服务很好的、不福利、啊、不是服务，所以你有什么问题啊，什么、不好很高福利，对，你没有做工哦，你失业，哇，他也会给你钱的嘞，所以他变成好像他帮助那些比较、贫苦的人民，或者是他帮助那些有需要到的人，你知道吗？直到你找到工作为止。可是也有不好，也就是因为这样哦，有的人在想哦，哇，我做到要死啊，才拿5000，才拿比如说2000块啦，哦，2500啦，又拿一半嘛，是不是？如果不用做工啊，我也有啊1000多块，差不多2000了，哇，不要做更好啊，真的啊，真的是有这个问题的，很多他们就出现了这种问题了。OK， 这个是税务啊，很有，其实也是很有趣的。如果你研究不一样国家他们的这种哦啊管理方式，他们的税务，所以国家的收入是从税务来，这个税务可以是打工税务，可以是哈修，还有呢？可以从出口东西来啊，国家的那些资源啊，石油出口啊，卖东西进来，对不对啊？还有呢，这些是不一样的公司了啦，哦，就是出口的公司要给税务的。游客来哦，他不是直接给政府，他也有给政府一些税务啦。不过呢，好像他跟我们买东西啊，哦，
所以如果是好像陈恩啊，他是开旅游社的 ，OK， 他跟这个旅游社陈恩旅游社呵呵，订购旅游配套，哇，这个旅游社赚钱，他也是要给税务，对不对啊？然后他们这些外国人进来呢，他们也是要给一点钱进来的。然后还有什么东西啊？各运动案 activity 本案啊，各方面的生意啊，赚钱就要给政府咯，就是这样咯。OK， 给他一点咯。OK， 再来，menurut perbadanan pembangunan perdagangan luar Malaysia， 说这个是一个叫什么？是一个机构嘛，团体组织啦，哦，就是马来西亚商业发展机构这样啦。OK。他讲 sector perkhidmatan 啊，服务业，这个是这个机构所说的啦。他讲服务业呢，尤其是啊，这个按不到，尤其是教育 ，OK， 服务业啊，尤其是教育，还有旅游，是主要呢马来西亚经济成长的一个叫什么啊？的重要的支柱来的。所以马来西亚啊，我们。不是完全靠旅游业或者是教育，但是这两个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些支柱，这样的意思啦。哦，好像泰国，你知道泰国，他们也是靠很多，除了出口东西，他们很靠旅游业，曼谷啊、哈普差这些地方，对吗？可是现在你有没有看到新闻还是什么啊？还是看到 Facebook， 他们空到完了，很多人失业，因为好像哈普差啊、曼谷、Bangkok 这些地方啊。他们是完全几乎100%是靠游客，然后因为 pandemic 零游客，哇，惨了，是不是？所以泰国要靠他其他的州属去支撑，你知道吗？其他的州不是以旅游业为主的啊，可能他们出口东西的这样哦。OK， 所以马来西亚呢也有很多方面，不过在服务业方面呢，教育跟旅游是非常重要的。教育就是啊，有外国学生来我们国家读书，你知道吗？我给你猜一下啊，有什么国家的学生会来马来西亚读书读大学啊？我讲的是，来大家随便猜一下啊，每个人猜一下，假期也是 OK 啊，或者是你有看过的，可能你就懂了。你有看过或者是你有听过什么国家的学生啊来到马来西亚读大学？我们的大学生有什么？哇，全部猜一样的哦。OK， 再来 OK， 有个不一样的了啊，来到马来西亚读大学啊。谁哦要来马来西亚读大学啊？他们自己国家没有吗？是啊，中你开了恰才那么 special 的啊。OK， 还有吗？佳琪回应一下。OK， 你们猜的多数你们猜的那一个大家一样的是对的哦。开了也是有猜那个，对，中国的学生有啊。OK， 有很多中国的，有很多黑人，你听过吗？其实。有一些私人大学很多黑人的，是不是？我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有很还有印尼的也是有，印尼学生也是有，还有哪里？就是我讲这比较多的啦。当然，其实哪里都有，好像凯乐有他两个很 special 的，他讲韩国跟日本啊，他讲有点 special 啊，这两个多数啊，讲真啊，韩国人、日本人不会来这边读，多数啦哈。除非啊他的爸爸妈妈、从小就带他来这边，因为他们工作的关系，然后他们在这边读那个国际学校啊，过后大学他们就先在 college 拿一些课程，然后过后他们会出国读书的，通常大学的时候啦。所以白人、韩国人、日本人呢，如果真正比较起来哦，他们在我们国家之上，教育方面，所以他们不会来这边读书，对吗？可是其实中国也不一定啊，中国纯粹是因为太多人了啊，所以他们的人呢，有的很厉害的啊，会在中国这边自己读书了，你知道吗？中国有很好大学的，其实世界排名的 ，OK， 很好很好，非常厉害的大学，北京大学啊这一些啊，可是不是每个人进到啊，他们自己也进不到，因为太多人了，所以他们有一些清华大学对，然后呢，他们也有分两派，我们每次听哇，中国人很有钱，很有钱的会去咬西方国家读书。没有什么钱又想要出国读书了，选哦，可能他们会来马来西亚读书，真的是有的，很多的啊，因为马来西亚讲的比较便宜嘛，不过又是海外嘛，海归他们叫，对不对？你听过是那你们跟我讲的，好像海归就是海外归来的，就是他们从国外回来就是叫海归了，呵呵，所以还是有来马来西亚，因为马来西亚教育水平也是 OK 啦，然后再来
还有其他，当然我该讲黑人啊那些啊，会，因为还有啊，还有很多回教国啊，他们会派人来这边读书，回教的国家，因为方便。我有问过他们呢，马尔代夫 ，OK， 我问过啊，黑人有一些国家是啊，啊不是阿拉伯啊，中东啊，那就问他们，怎么你们来这边马来西亚读书啊？马尔代夫哦，怎么？啊，以色列不可以啦，以色列是唯一一个跟我们国家不能的、不好的，你知道吗？啊，伊拉克、伊朗，哇！我就问他们，中你们家你要来到马来西亚，马来西亚很出名咩？也没有啊，是不是？你有以色列的朋友啊？中你有以色列的朋友跟我讲一下。然后哦，他讲哦，因为方便，马来西亚在这个啊什么啊？回教国家里面是出名的嘞，因为啊，改天舍加拉读到了啊，那个时候不是我教的，马来西亚是带领这个回教国的一个其中一个领导来的，我跟你讲，哇哇 ，not bad， 很厉害哦。所以他们会因为方便，因为吃东西啊，哪里都有 halal 的嘛，是不是？所以他们这些哦，他们如果有的选呢、啊，他们会来啊、这种我们有回比较方便的国家读书，这样哦。啊，然后又有拜神的地方，有 masjid 给他们讲，奇怪哦，哇，竟然来马来西亚读书，哎，那以色列，你要讲我有，那凯勒恰讲我有以色列朋友，不开玩笑，那个等下你给人家抓掉、哦，被政府哎看到，这个人讲他有以色列的朋友，会不会他是什么、啊、被影响了啊，然后啊洗脑还是什么 啊恐怖分子抓掉这样。所、以马来西亚跟以色列、哦、以色列是唯一一个我们 passport 不能去的国家，你们知道哦，因为什么啊，因为他们的这个政治里面不一样哦，啊，很特别的这个也是 OK。 再来啊，所以还有什么好处啊，经济的这个发展啊，经济活动的重要性，诶，它可以导致这个科技的转换啊，是吗？不是转换了，它把就是把科技呢带来我们的国家新科技，你看，如果我们讲要发明东西很厉害的，可能真的是没有这样的能力啦。我们哦，不过呢，它可以转过来，从国外带进来。OK， 本明达汉你懂啊？它原字是宾纳，宾纳就是搬过来啊。OK， 所以本明达汉 technology 呢，啊，贵州也是好用了。它涉及就是讲它关系到什么呢？什么意思啊？它是讲，本明达汉可马希兰技巧。做一些东西的技巧啊，技术啊，一样的，跟巴格兰专业，还有 technique 啊，还有技巧了哈，一样的这个 ，OK， technique 跟马希兰差不多一样的。dari satu negara ke negara lain， 从一个国家搬到另外一个国家，就是搬进来我们这边。现在讲啊，通过学习 pembelajaran 是不是学习？我们跟他们学，通过经验。啊，还有练习，所以你看啊，好像现在呢，啊，我们练习 ，OK， 以前呢 ，Honda 哦，你们知道啊 ，Honda 啊 ，OK，Honda 那个车啊，它以前呢是，如果要买 Honda 现在很普遍，对不对？在马来西亚哪里都看到的嘛，哦，以前如果要买 Honda， 它是属于进口车啊，比较贵的，因为就是讲哦，日本啊做完了整辆车，然后那个车要坐渡轮进来的、啊。给 Honda、Toyota 这些啦，过后呢，马来西亚慢慢的进步了啦啊，他们日本呢那个厂哦，看到啊，哎，这边的科技其实也是不错了哈、啊，我们不如呢，放钱进来投资在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开车厂，所以呢，把这个 Honda 哦的车啊，不用坐渡轮过来了，在这边组装那个零件，把它组装成那个车就好了。这样是不是省一点钱？对我们啊，马来西亚人来讲，我们要买现在啊，它不算真的是整辆车进口哦，它是 Honda 的科技，但是那个车哪里做的、啊？在这边做的，对吗？所以这边做的话，它的车厂啊，还要请谁啊？所以你觉得 Honda 车厂里面，我现在这样讲啊，有什么人在里面做工 ？Honda 的车厂里面啊，大大小小的人啊，他会请什么人呢？什么国家的人在里面做工呢？我问你，请问啊，你现在猜一下啦啊，在马来西亚的 Honda 车厂会有什么国家的人在里面工作？猜一下，有印度尼西亚人，为什么？有日本人 ，OK？
啊，马来西亚的 Honda 车厂会有什么人在里面工作？从上级到下级都可以啊，你也可以猜好几个啊。OK，还有吗？还有吗？日本人，OK，班加拉，OK，再来假期，Malaysia，OK，OK，、okay? okay, 很好，几乎你差不多全部都答对了，其实，OK，我先讲日本人一定会有啦，因为这是他们的公司，对不对？还一定要派那些可能日本的过来这边管理，应该会有哦，对哦，因为是他们的公司嘛，OK，然后呢，Malaysia 人一定会有，不可能他大大小小全部都请日本人来。对，所以马来西亚人一定会有，所以你看日本人就在教这里的马来西亚人怎样去做了，对吗？这边的人不是学到了咯？OK，再来啊，邦加拉，有人写啊，邦加拉，对，也是 OK，邦加拉我不懂，不过我的意思是啊，这一层的人还是会有，可能他还是会有一些外劳哦，在厂还是什么啦，OK，或者比较容易的工作啊，工厂的工作，不过。我不敢讲，什么厂啊？因为比如说混搭厂啊，如果是组装还是什么，他们也是用很多机器啊，所以去管理那个机器，可能也是专业人士来的。那个有可能是马来西亚人，或者是那个日本人。不过还有一个人写什么啊？怪罗啊，是吗？哦，不是不是，他写印度尼西亚，印尼或者印尼，其实我不懂。他其实印尼也是有两种的，他们来可以是做外劳，也有。很厉害的印尼人来的，其实就是专业也是有，所以也有可能有怪罗的，因为这属于国际公司哦。哈哈哈，OK，所以我们看，你看啊，现在重点就是，哎，他们是不是在教这里的人怎样做啊？不是只是教怎样组装哦，怎样管理公司也是在学。所以如果你有机会进大公司，我讲啊，你就有机会学别的国家比较先进的国家，怎样去管理一个大公司。不是只是科技吧？这个其实管理公司也是属于科技的一种，你知道吗？啊，所以过后呢，可以用在别的地方，OK？用在可能我们过后可能你做了很大一阵子啦，比如说啊，过后你要换公司了啦，啊，几年后你想要换公司转换环境，然后你换去 Proton 公司，我们是不是把别人的科技带回来马来西亚自己的地方了，对吗？OK 啊，所以这个就是所谓本明达汉 technology。OK，所以在马来西亚有两种方法，dua cara，OK，一个就是训练员工，一个就是 latihan sambil kerja，就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好像实习这样啊。啊，这个我可以写实习，实习这样啊，哦，它不一定只是实习啊，只是就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一个是直接训练，一个是自己学。OK，我这个我不要写了哈，因为你看得懂。OK，一个是他直接培训员工啊，有 training 的，他给你 training 的，你去学东西的。OK，一个是你一边做一边学，要改我讲了，进那公司然后学他们的方式咯。OK，再来说，本明达汉 technology，他们还要经过一些过程的，叫研究与发展过程，R&D 英文啊，research and development，叫研究与发展，很重要的啊。很大的公司才有的这个，比如说啊，电话的公司华为，他们一定要每一次要出产品，一定要出最厉害的，对不对？没有可能比上一个电话，新电话不可能比旧电话还烂的嘛，他一定要有更厉害的功能嘛，所以他要有这个很厉害的团队啊，去研究啊，发展新科技咯，明白吗？OK，接着啊，再来，mewujudkan peluang pekerjaan，要提供。这个就业啊，它可以，所以经济活动可以帮助提供就业机会给人民啊。现在是很惨的啦，对不对？很多人失去工作，好，OK 啊，berbagai kegiatan ekonomi，所以如果有多样化的这个经济活动呢，就可以准备更多的就业机会啊，导致失业率会下降。OK，这个本来我认是失业啊。大大是率，失业率会减少。所以你看啊，这两个呢，你可以写在马来文作文可以写在同一段。你讲 peluang pekerjaan meningkat 增加了，kadar pengangguran berkurangan 或者是 menurun 失业率减少啊，说就业机会提高，失业率减少。OK，prestasi ekspor 还有 pengeluaran per industri，所以。我们出口的那一个业绩啊，OK，就是
业绩啦，出口越多，或者是出产的东西呢很稳固的话，姑姑啊什么跟姑姑啊很稳固，一直有的出口 ，OK， 稳定的出口也会产生很多就业机会，在各个 sector 啦，各个领域啦 ，primer、secondary、tertiary 啊，你记得吗 ？primer 直接拿的，直接拿资源啊，砍树、种东西，哈、哦，养鸡鸭、牛羊鸡鸭啊 ，primer 来的。采矿全部是 primer 直接拿的 ，secondary 是加工，要么 process 在工厂的，他把那些 bahamenta 变成 barangan siap 卖给我们了，直接可以 ，OK， 的第二就是买卖啊，的第二是属于服务业啊，买卖 ，OK 啊，那个什么教育、旅游、服务业咯，全部那是的第二，记得哦 ，OK， 瓜萨伯利是购买能力啦，那天我讲了啊，啊。时间 OK， 再来啊！本宁嘎达 infrastructure 是另一个啊，难道？哦，是哦。嗯 ，OK， 其实最后一面了。这个，嗯，等下你可以去做啦。等下三点十分他跳了，你继续做 OK。三点二十分我们再见。啊，圈圈跟那个写的你都可以看啊，都可以参考啊。OK， 我继续讲先啊。如果他跳了，我们三点二十分见啊。好。再来我们看啊，诶，设备会提高哇，如果是写作文啊，这个是风风快作文了的，因为你看五段了的，如果讲，如果他讲哦，可加大 economy 的重要性，第一段、第二段、第三段、第四段、第五段了咯，你用 embargo、embargo、embargo、embargo 完了咯，那作文 OK， 设备设施会越来越多啊，因为如果国家的经济迅速的发展，不是，是迅速Okay， 他就会鼓励啊，推动这些先进的设施的发展咯。OK， 比如说什么设施啊，什么设备啊，马路也是设备哦。那天我们才讲哦，沙巴沙拉瓦有些地方你很难去到，对吗？很内陆的地方啊，很难到的。OK， 还有一些地方真的是很惨啊，啊好像以前哦。啊，我的很，我小时候啊，那个是啦，啊，我的那个印尼工人啊，我不懂他是住哪里哦，因为我完全没有印象了啊，对于那个名字，我不懂他是住印尼的哪里，我只是知道他的回家的过程是，当然从马来西亚回去，他可以坐飞机或者是坐船，坐船比较可怜呐啊，因为很累的嘛，很远啊，坐飞机回去咯，我们讲 ，OK， 坐飞机回到那边了哦，他要从机场啊哈到他的家哦。他我印象中啊 ，OK， 他要坐巴士蹦多个小时去到一个地方，然后哦，他们还要坐不懂换一个什么小车，还是要走路的，不懂要然后才可以到他的家，很久的，所以还要回到家的那个时间，然后不懂他用好几天的，不是这样飞回到那边，然后有人去接他回家，不是，他们要用很多天才可以回到家的，很惨的，因为。马路不够吗？你知道吗？有些住很内陆的地方、啊、就没有办法。说马来西亚也是这样，可是我们大多的地方，大多数啦，不要讲沙巴、沙拉瓦那些森林啦、哦、大多数的地方都有马路啦，有 highway， 勒布拉亚是 highway 啊 ，OK。所以这个是门宁嘎甘达加格德桑巴扬，大家这个字你是要会用了的、啊，这个叫科德桑巴扬，桑巴道嘛，对不对？可到达。的大家叫什么呢程度，如果啊大家格的三八样定义就是很容易到的，全部人注意啊这两个字啊，你要学啊这两个字 OK， 大家格的三八样定义就是讲那个地方很容易到，大家格的三八样人的就是讲那个地方很难到的、啊、OK， 好像我改我讲的这样咯，所以可能还要坐船去到那个地方了，然后他要换巴士去到一个另外一个地方，然后走路走两天才回到家啊，可能还要再坐小船过河之类，我不知道，我是这样讲的。那个是 dar 哎，我写错字，成都不是成都啊，说那个是 darja gada sampayan renda， 会用吗这个字？哎呦，我按不到嘞，为什么啊？好冤啊 ！OK， 成都会用吗？行、啊，要试下会写啊这一个啊，所以你要提高或降低咯。meningkat 的，我说的是你讲大家格的三百样 meningkat， 大家格的三百样，或者是去提高它 meningkat 干 ，OK 啊，然后就
Contohnya什么啊 Lebuh Raya Utara Selatan， 这个就是我们的南北大道啊，听过吗？南北大道 OK、Plus Highway、Lebuh Raya Pantai Timur， 这个是去 BST 去丁江湖那一带的 Highway 来的 OK。 然后所以这里呢你要给例子也是可以的，给任何的 Highway， 你懂什么 Highway 你就给他例子了。 Lebuh Raya 什么 OK Legas Plus、Lebuh Raya Utara Selatan OK， 火车也是可以嘛，也是 infrastructure 对不对呀、其实 pandemic 之前呢我们不是刚刚发展好很多地方的 MRT 对不对， MRT 哦可以去到更多地方了啊。So system pengangkutan kereta api electric 啊跑电的嘛对不对， seperti 比如说、这个 transit aliran massa、叫 mass rapid transit MRT 的全名，你要记一下这个方便你写了、这个是 MRT 的全名啊 ，OK。Tren laju antara bandar， 你可以看到 antara bandar 是城市去到另外一个城市的 electric train services。然后还有 LRT 啊 ，LRT transit aliran ringan 那个叫 LRT。还有这一个 express KLIA 去到或者是叫 ERL 啊，这个是去飞机场的咯，对吗？啊，你记得一两个就给一两个例子就好了。所以这些都是为了减少交通阻塞的，对吗？格斯沙干啊，阻塞塞车啊，给我写塞车啊，塞车，哎，没有这样，没有这样好，塞车，车，这个我只是简短的写吧。塞车叫格斯沙干拉路林达啥？说他要减少塞车。OK， 再来，本安古丹乌达拉啊，这个空运，空运就是飞机场。OK， 所以我们有 KLIA， 有 KLIA 一和二，对吗？然后呢有一些、小城市也是有，不过它只是飞国内的啊。所以你看、如果它讲安达拉邦萨就是有的飞出国，如果它没有讲这个就是只是飞国内罢了。所以这个会怎样呢？哎，这个可以提高旅游业嘞，对吗？还有人做生意，所以其他的 kegiatan economy 也是会提高。 OK， 他会问你它的主要目的啊，火车呢可以减少交通阻塞 OK、空运呢可以给旅游业还有其他的、经济活动 OK、这个马路呢可以提高可到达的程度，放黄色啊 OK， 还有码头要跳了啊，时间啊三点二十分见啊。码头呢可以提高进出口啊，大家方便五如山进出口，看到吗？每一个的黄色重要啊，你可以挂糊起来啊，课本的挂糊起来啊，方便 进出口的事物。所以 import export 你懂哦，蒙木大干是方便，看到吗？码头，因为码头有谁去坐船哦？我们不是在讲坐船了咯，是不是啊？所以这个是国际码头啊，国际码头。那例子你可以给他啦哈，国际码头 Pelabuhan Klang、Pelabuhan Tanjung Berlepas、Pelabuhan 还有马六甲好像是啊，这些你记这里的例子给他一两个咯。OK 啊，大家看到啊，黄色跟他挂糊起来，全部人来，这四个的黄色挂糊起来啊，我们三点二十分见，去做一下啊，全题，等下我叫你type答案上来啊 ，OK， 三点二十分见。